林修成请他过来一下。他现在在打扮，他要做很漂亮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后续的几个节目啊，出场啊，通通清清楚楚，来预告一下什么的，什么人到哪里准备。啊，莫乱了，莫乱。你跟我们老师讲好吗？哪一个？那个，跟我们沈老师嘛。啊，我们沈老师的。一个男的。男的啦，沈老师你不认识吗？沈。节目的请准备啊，歌唱主曲的先准备，我们的六位学员。